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，上吧，Uva，Uretina，战斗开始。 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，很好的判断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。嗯，打中要害了。 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 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形态转换了，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 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战败了，Rift的力量被解放了，尖子精灵出现了，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 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。让我问我，妈妈，我问我。生存奖励，按下求救按钮停止了。连环机会，一直连续按求救按钮吧。是神奇宝贝球。 是三连不过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选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代码。Instant Point 可以再带。